秋山清泉岩观音洞，它的这个莲花座到顶啊，全部都是铜做的，所以像我们敲的时候会发出一种很清脆的那个铜的声音啊。在念咒语的时候，通常都会念 Om，Om 就是跟宇宙共感的一种声音 ，Om 跟敲打的时候是蛮像的。 在全黑的佛像里面，你会发现它就好像一个小宇宙一样。当你没有光线的时候，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，所以它也是暗示，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明亮的东西来指引。佛法的意思就是说，让大家觉悟，从无明当中醒来，从梦当中醒来。 我是姚瑞中，主要在透过各式的艺术创作进行人生的思考，还有不断的在反省各种状态，人生的啊，或是历史的啊，或是命运的状态。2016年开始，姚瑞中实地走访了大量的庙宇、墓园、公园或乐园，共拍摄全台约400多尊的大型神像，创作了巨神连线。 他以接近于人类学家的采集方式，记录了民间信仰中各种具体的形象投射。巨大的神像就像是信徒们欲望的总和，象征了整个时代的集体氛围，以及对于未知的期许和向往。我以前是无神论者，然后也是不可知论者，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力量在左右的这个世界，这是肯定的。 我只是无法明确指出那个力量叫做什么。那冥冥之中就会有一些安排了，比如说《巨神连线》的拍摄是2016年3月开始拍的，但是因为我跟我妈吵架，所以她离家出走，然后我就在梦中就是被一个女生说叫我开去拍大神像。测量到梦中，所以你面对的是佛像，但是你不是在拜一个木头的佛像，所以你是在拜一个。 哎，这又新盖的，上面有一尊。这样咒语好神秘，咒语就是这么神秘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声音其实并不是要我去拍大神像，它可能只是要我去忏悔。所以我就跑了很多的庙，我大概跑了好几百间，后来我才真正的意识到，原来是我是要去忏悔。 在跑庙的过程当中，我也想去了解这个庙什么神尊，那背后的故事，还有他们的来龙去脉。所以后来我就研究还蛮知道的。巨神连线中没有人物或事件，而是展现台湾常民生活中的文化景观。姚瑞中要谈论的并非宗教、民俗或信仰本身，在解严后各地出现的大型神像，除了是人们心灵上的信仰和寄托，也形成台湾特有的民间宫庙美学。 我的创作其实很多来自于宫庙美学的启发，哦，第一块就是它是根基在这个土地上开发出来的。常常有人会觉得，尤其是台湾人自己都对自己没信心，所以常会说自己是鬼岛。有人说这宫庙啊，信仰是迷信。 然后它是属于所谓的这个社会底层人士的活动，那我个人倒不这么觉得，我个人觉得台湾是蓬莱仙岛。 宫庙文化有很多的复杂的系统跟脉络，这个我做过研究。它有很多的美学的特征啊，是现代主义反对的。可是我们的学院都在教现代主义或是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西方思潮，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封建迷信，或者说是一种神棍的概念。宫庙是个界面，就像教堂也是个界面。 其实我们要谈的是关于死亡这个问题了。台湾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很急迫？因为台湾随时都面临死亡的威胁。全世界大概有2、3千枚飞弹对着台湾嘛，有天灾、有地震、有台风，所以台湾人的心灵其实很需要就是解脱生死的这个轮回啊，他必须要去。 解脱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这个宫庙那么发达也是有它的原因的啊。不只是身体的死亡，也扩及到历史、政治、空间建筑与文化精神等层面的死亡。 死亡是姚瑞中所有创作的核心，死亡的意象也始终贯穿在他的作品中。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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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避而不谈死，那我的作品会谈这一块。应该不是说我的作品，应该说整个台湾当代艺术史在过去30年，很多艺术家都在谈这一块，啊，不是只有我。那为什么大家谈这一块？是因为综合政治的啊、军事的啊、宗教的啊，还有各种这个历史的啊，台湾基本上都面临的一个世界的关键点。 所以说，比如说像废墟啊，它就是一个已经差不多要死亡的空间。甚至像公有闲置设施，也是一个花大钱盖出来的，我们称之为所谓的僵尸啊。还有像就是用借尸还魂的方式去揶揄什么是。 正统水墨哦，大概都是透过这个关系在思考。它的逻辑就是死亡的逻辑，它是有一个交错点哦，就是说以死为例的话哦，那因为台湾现在处在一个很微妙的时刻，就是我有很大一部分的作品是在谈，大概有1/4的作品是在谈。 国族的临终关怀，就是对于中华民国，或者说对于国家这个概念的一种关怀。所以我们用了比较喜笑怒骂的方式来，用这个犬儒的方式来切入这一块。他是用很轻松幽默方式在谈，可是他谈的是很严肃的一个。 真实的事件就是我们台湾的过去跟现在啊。我在拍《巨神连线》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拍地狱。那拍完《巨神连线》之后呢，我才发现，哎，好像要拍地狱才对哦，它才会全面。地狱本身它就是跟，就是等于说一把刀的两面，一边是我们想象出来的美好的天堂，一个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可怕的地狱，这都是由心所划线的。 因为像大家都是拍那个数位摄影嘛，数位摄影其实我也有啦，我也会拍，但是那样子就是有点少了一种临场感。因为我们去拍那个拍立得有没有？它就是一整本拍下去之后立刻就出来了，就出来一张，那个等于就是就一张，所以等于说是现场的见证。 而且它的发射啊，它的显色是有问题的，化学作用嘛，所以颜色是怪怪的。然后它的这个焦距常常模糊不清，还有它的这个颗粒很粗，还有它的这个线就是闪光灯因为闪的，那这个都是跟所谓的数位相机的这个 quality 是背道而驰的，所以它反而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氛围，变成说我一定是在现场的，而且那个底片只有一张，它不能够被复制。 它等于说是拍立得那个，就是它的那个底片，除非我拿去扫描，因为这个失败率很高，因为它只有2种模式，所以常常要试很多种。所以说我就是边拍边它就边显影嘛，所以我等于就是有点像是在观落阴的概念，说是只有一次机会，然后下去看这些亲朋好友啊。 我们在拍的时候，我故意把世俗化的东西拍得很黑白啊，脱离他的这个欲望比较多了。那我在拍地狱的时候，反而让他世俗的东西在里面，所以你看到那个拍立得的照片都蛮漂亮的，蛮有吸引力的。然后那些神像呢，都离我们很远，虽然它很大了，可是它都是在都会丛林里面，好像是很无奈的感觉。 就是说我其实故意把地狱拍得很像天堂，然后我把那些天堂呢，就是这些神呢，拍得很像在地狱，黑白的。我后来把那个画册啊，那么大一本送给那些庙住持，他们其实都不是很高兴，都不太想理我。他们说那按迷猫啊，五煞煞，然后就是对神明不敬。那我跟他说拍谁，我是。 艺术照，他们说哦，好了。对于全球疫情的爆发，有着深刻感受。 姚瑞中以“禽兽不如”为主题，策划了2020台湾双年展，凸显了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开发主义对于生态所造成的破坏。“禽兽不如”台湾双年展的策展概念，基本上他在回应现在世界的一个状态。人类要保持谦卑、跟尊敬、跟这个不要过度的去消耗这样的生命，我觉得才是这个展览要谈的。 同样以死亡和信仰等议题为创作核心，声音艺术家 Milko 和新媒体创作团队蹑所开发合作，用新时代的观点与艺术形式，回应民俗和宗教等议题，对于台湾传统神明信仰提出不同的诠释。都会点燃吗？会点燃，然后等一点点。哦，你会很香是不是？然后要坐在这边嘛，对不对？ 就是每天都会点的，还是说有人来才点？哇，这是观落阴啊，还有妈祖啊。某天清晨，我漫步进入了一间无人的寺庙。 或者是说，是神殿。大雾弥漫在空气中，像是置身在灰白蓝色的云端。Milko跟蹑所开发他们的作品其实很特别啊，主要是他们的内容是非常的在地性，可是他们的用的技术是非常的先进的电脑技术。想象的未来世界的一种信仰，就是在谈未来世界的这种科技的信仰上的一种尝试。哦，所以他用了一些他们自己发明的字啊，跟一些。 VR 的虚拟实境建了一个神庙。我是觉得年轻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说，他敢于尝试新鲜的东西，啊，打破传统固有的这个框架。花了大概1-2年的时间，我们是陆陆续续的在台湾的庙宇，那时候还不认识姚老师，对，但是我们就也自己去跑庙宇。然后我们就拿着手机去扫描，其实我们就是用最便宜、最简单的方式，然后我们上网自己看教学。 哦，就是把它做成一个数位雕塑，然后就把这些神像给摆进去一个虚拟空间，把这些庙宇跟神像都把它摆进去。这次的作品呢是叫做兽冠，当戴上 VR 眼镜的时候，配合影像，然后希望观众是能够很自然的就去沉浸在森林中。 那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的作品里，用一个比较沉的角度，有点像慢慢的前进，慢慢的回顾所有过去的状态，然后做一个有一个闭合的感觉。我们必须要鼓励他朝这方面创新，用不同的这个手法去说出他们这一代的一些概念也好，历史也好，他们的观念。一方面来说是借用我们在一个岛屿文化的这种一种泛灵的想象，技术它其实也有灵魂，技术它其实也包含技艺，它也包含它的思想、情感，甚至痛苦。就用这个颜色就好啦，白天的感觉。我觉得很棒啊。所以反而是用比较原始的想象去解构那个很僵硬的科技。那当然，有时候也可以反过来用科技来去扩充我们原有的一些神话故事，把它让这个神话故事也持续的生长，这样子。我们是比较会去想要做一个新的神话的一种仪式性的概念，而不是要去模仿关于什么文化。是我们会觉得说，艺术家或是说声音创作者，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做自己新的创作，或是新的一种仪式性的表演。有一些地方那个黑黑的是。留下来那个是，因为它是铜，铜会氧化，所以它会有一点点那种，反正就是铜的自然的，它是湿气的痕迹。平常晚上不会亮哎，这边都不会亮，就是这样亮，所以它会变晶莹剔透的感觉。我觉得老师他就真的很像是一个转世的神仙，然后到人间来。对我来说啦，因为他的辈分已经很高了，所以他就是在天堂与地狱游玩的那种感觉。而是一个大神仙带着一群小朋友，然后那你看这地狱啊，不能做坏事啊。对，我觉得是这种很轻松的方式去告诉我们要向善。其实我自己一直觉得，台湾到底要拿什么出去跟世界对话？我觉得台湾的特色就是它有点像一个丛林一样，迷幻丛林是热带的，里面长出了很多的奇花、奇珍、异兽啊，奇花异草，它们各自奔放，然后各自相安无事，在一大块的丛林里面。美学的建立、信心的建立跟主体的建立，不是一两天的事，是长期的事。那透过了科技啊，或者说是美学在地的形式呢，我觉得台湾是非常有机会跟世界对话，做出一个新形态的美学系统。